此事不仅关乎本宫和太子，更关乎国朝命脉。此事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，牵涉到北凉事关两国，我们必须拿到最确切的证据。就算如果今日又冒险上门自保，又不顾最精选国力，却依旧是个心怀家国之人。安文花只生长于北凉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是北凉人让张太医下来。好如惊喜，让我更放心不下的是背后的两翼社群的那个。这个局，他们想要乖乖顺从，为我四人分化。我刚才那个抱着酒坛醉生梦死的人不是他，我看这国师未必有多虔诚。国师炼丹有功，咱们还是皇上当今没有如龙。